新闻一开始是来自嘉义县的消息，配合全国运动会选手选拔，嘉义县104年度全国运动会由各单项委员会展开一连串的赛事。开幕典礼今仔日上午伫县市体育馆盛大登场。教育处表示，今年的赛事包括有田径、游泳、柔道、跆拳道、角力以及各项的球类等等。竞赛项目有15项，18乡镇市参赛队伍138队，竞赛人数3768人，现况控制。104年度全国运动会26号伫体育馆举行开幕式，各乡镇市长亲自率领选手与会，同照各种以精彩现代舞和自己赛跑开场，展现青春岁月无限的活力，以及家己囡仔的热情甲活力，赢得如雷的掌声。嘉义县积极推动各项体育活动，展现家教五展、健康力的核心能力，发挥团队精神甲运动技能，展现年轻选手的好体力。嘉义县代表队102年度。全国运动会曾经获得5金6银2铜的优秀成绩。健康就是要靠不断的锻炼的哈，也可以做运动明星。我相信嘉义县有山海平原，我们的空气也比人家好哈。只要常常动、常常运动，我们身体一定比人家健康。有健康的身体哈，才能够冲刺其他的事业哈。所以。嘉义人有最好的运动环境，希望讲吼，大家吼会当有健康的身体啦，吼，你这个吼，这夏天吼，这个竞技比赛，老实讲非常辛苦哈，运动员的精神，事实上要能够吃苦、耐苦哈，耐寒、耐热哈，我们希望运动员出去的时候代表嘉义，行为举止。一定要为嘉义争光，而且能够学习别人的好处，同时呢也能够为嘉义争光。自我挑战超越自我，永远无放弃。关照中华关机器选手展现运动技术水准，发挥运动家精神，为个人甲团体争取最高的荣誉。最新新闻，张乃新、柏主持采访报道。